我把它放上去。对，那我们的蛋糕胚就做好了。那有需要的人可以像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去把那，哈？有需要的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拍照，拍照留言。啊，大家好，请问有人对于刚刚那个蛋糕胚有拍照需求吗？好的，使命必达，来那个留给大家十秒拍照哈，那个漂亮的蛋糕妹啊，我们蛋糕观光团哈，那个相机先吃。我看到他完美的表面啊，平滑还有微微的、细微的，你可以看清楚的看见他的每一个毛细孔都清晰可见，我看到他的边缘它是微微的咖啡色，我感受到他温度的均匀，哇哦。感谢我们的导游李雨霖了好、大家拍完了齁 OK 了齁，那我们要往下一个领，原本在上面的裂缝朝下走了、那个没上厕所赶快去上厕所，注意一下你的左邻右舍是否都有上车啊，司机小姐去哪了，她在旁边玩手机就来